到黑市找长脚，把纸条给他，你的货全给你办齐了。我孙子的奶粉就靠你了，客气啥呀？在里边不是您照顾我吗？哎呦，肚子疼！你的放风时间到了，老哥。 调查清楚了，共匪现在二楼西厢开会，大概七八个人。怎么发现的？之前有一个在重庆打过照面的共匪，代号老八。这个人半小时前突然见露面，周围都布控好了吗？啊，是这样。西厢那边的楼梯呢，上下走动动静太大，咱们的人从东厢进，东厢那边啊是个仓库，物品摆放的也比较多，方便咱们监听。一楼后门有个楼梯，直接可以通到这个地方。这个皮货店的老板姓叶，据说不在此地。 出门进货去，监听人员呢？到位了吗？人是到位了，但是科长，这次事发突然，只拿来了国产监听设备。为什么？德国设备呢？局里调用进口监听设备对后勤和降温上签字，他今天没来上班。不管他，先行动。是。 最近有越来越多向我们民主的专家人士，向我们表达愿意参加政治协商的意愿。此前我们已经送往很多专家北上，但是依然有一小部分，因为客观原因，滞留在上海、广州等地。我们要保护他们，免于当时的破坏，尽快送他们北上参与建设新中国。这个行动就命名为“归心计划”。 过年过节的。
赶快全力抢救！你俩过来，马上把这个姓叶的店主的底细给我查清楚。我不管是照片还是画像，要以最快的速度发到弟兄们手里，明白吗？对了，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是不是会路过常州？是。好，你现在马上准备一辆车，捎带几个人。我们现在就去常州火车站见到姓叶的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，更不准开枪，懂了吗？是。 什么人？哦，马上要枪毙的郑志范，走着玩呢。事办怎么样？哦，差不多了。明天蒋总统新年大赦，乔治才那小子也在特赦名单上，有人不想让他出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今天晚上他就会被乱枪打死，打死？越狱？别搞砸了。嗯，您放心。
叶同志联系上了吗？没有。皮货行事发太突然，给老叶发了几个紧急联系信号，都没有回复。他应该已经登上了从南京回来的火车。电台还在老叶手上，我们怎么办？只能一早去火车站接他。 把身份证拿出来！认错人了。
乔志才，过来。老郭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昨天不都是已经交代完了吗？我都被绑在这儿，我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啊？ 您是没座位吧？来，坐我们这儿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坐我腿上，坐下是锻炼两条腿的人，但还有一条是好着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小姐，你摔伤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小姐，来呀，来，你这还摔伤？小姐，你好，哇，小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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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受伤了是吧？受伤了就好好的休息。不是你谁呀你？是你。不是你谁呀你？我们养不养伤？何院长你在这儿啰嗦吗？ 长官没有教育你们，当兵的就要不爱钱、不怕死、不闹义气，执行主义、恪守党纲，永世无与死而后已吗？您受惊了。 哎，我正好要去二等车厢登记座位，我看你一个人也挺不方便的，不如跟我一道去歇歇脚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那就麻烦先生了。好的。
萍水相逢不言谢。还是二等车厢好啊！您二位也是刚才登记座位过来的吧？是。刚才看到您被那几个伤兵骚扰，本来我还想过去说两句来着，不过还好，您这位同伴及时赶到，我也就没强出头。先生误会了，我跟这位小姐也是初次见面。对，我跟这位先生不认识的。是这样，不认识的，那您可真是太有绅士风度了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哎呦，先生，我忘记了，刚刚我们登记的票钱我忘记给你了。不用了，你要不收下，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。那个恭敬不如从命。谢谢。哦，这一路颠簸，坐车很辛苦啊。小姐也是坐了很长时间了吧？没有很久啊。那您是从哪儿上的车？汉口。您是武汉人啊，我听口音怎么感觉您像上海人？我就是上海人，我在武汉工作。职业女性。没有那么时髦，我是搪瓷二厂做会计的。武汉我也待过一段时间，但是不知道搪瓷二厂在哪儿啊？汉口。汉口是个好地方，宝通寺啊，长春观，没事可以去转转。宝通寺、长春观在武昌。我这一天到晚啊，东奔西走的，好多地方都弄混了，让您见笑了。看来我刚才一口一个小姐，是不是有些太冒昧了？您先生也在武汉工作？是。那您先生，您报纸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份啊？啊，可以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在武汉有一家老店，他家是专做孔明灯的，是叫恒生记还是徐生记来着？卢生记。我带过我孩子去那里买过孔明灯。卢生记。对。谢谢。那您先生太饿了吧，吃块蛋糕吧，正好有奶油蛋糕，一人来一块。我来付钞票。哎，怎么好让女士付钱呢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我们这儿不接待您这样的人。哎哎，请您外面走，好吗？您看这皮，哎呀，如果您提的话，那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啊！您看看。尖一点，你去站台，我去出站口，千万不能把人漏了。
先告辞了，再见。小姐，要不然我送您吧，我的车就在外面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家里离这边很近的，我自己回去好了。练车吗？不用不用。您上哪儿去啊？不用不用。哎，
谁让你们开枪呢？科长，不是我们先开的枪。他死了，我的线就断了。我还查什么？把尸体抬回去，交给解剖室的人，看看还能挖出什么线索。没教养。二师傅。哎哎哎！走走走。哎，上哪儿啊，小姐？先直走。哎，好嘞。去合肥路。曹先生，我们的老板现在请您去叙叙旧。老板？什么老板啊？我要回家。哎，您不会是把我们江老板忘了吧？江风平？江老板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曹先生去了就知道了。哟，还跟我卖关子？江老板刚开始出来混的时候，我手把手教的。你们什么公司啊？这么大阵仗，还有这么好的车？乔先生，你话也太多了吧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保密局。以上，就是我在火车站行动中的全部情况。虽然我们在行动中击毙了中共要员叶如风，但是眼下匪谍之猖獗，绝不是我们一两次胜利就能够肃清斩绝的。据我所知，共党已经制定了秘密计划，其目的就是把上海乃至全国的精英专家全部转移。眼下的形势不容乐观啊！在此，我呼吁全局上下各个同仁对我全力配合，特别是后勤科。乔先生，请吧。乔先生，您稍后，我们江科长刚刚去开会了。你们江科长做后勤科科长没多长时间吧？时间可不短，一年半了。乔先生不是给我们江科长准备了厚礼吗？那就请您等着喽。你想用什么设备，连程序都不用走了，随便你用。局里调用进口监听设备得后勤科江科长签字，他今天没来上班。江科长，特殊时期有些紧急行动来不及走程序，还请您配合。我是在配合呀，但是兄弟也得给上头一个交代吧。我得给六爷交代。那这次幸亏我没让你们把德国的监听设备调走吧，幸了你们，要不然嘣，全完了。哎，那你们倒是抓一个活口回来呀。